但现在还有头号秀本钱，就是前面熊哥一直提到的，他的用球数板就是相对精简。对，哦，有起滚地球哦，接球之后中一垒没有问题，抓到东森出局，潘伟翔的初登场。这球打得不错，有没有机会落地？机会，哎呦，被云德龙精彩的一个滑接化收到他有可能的生涯首安啊！没错，今天的 debut 最后原本有可能出现生涯首安，但是硬是被刚换上来的云德龙马上就是一个sliding catch。这边看能不能有一些突破，因为他是跨季连续六场比赛没有出现安打，这个球行进之间，投手稍微改变一下位置，但是马杰森在中线依旧是稳若泰山的，今天传往一垒刺杀，完成了第三个出局数，七下打完依旧是由乐天现在取得4-3分的领先。